全球的人们被疫情所苦，那现在逐渐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，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在2023年能够完成他过去3年没有做到的梦想，希望在2023年人类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，可以每个人美梦成真。今年有非常特别的精彩烟火，有代表这个关怀世界人类，希望是健康的，是和平的，是免于饥饿的，是充满希望的，希望地球永续的代表的所有的这些关怀跟象征，我们都会在每一道的精彩烟火里面呈现这些意象。那当然重要的是欢乐过年，希望2023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，是一个璀璨的新年，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欢乐喜庆代表这些意象的烟火来欢迎2023年的到来。我们今年用全新的灯网，最新的科技来展现这个灯光秀。我很感谢刚才我们总经理已经有说了，我们很多的政府单位跟民间机构，包括国外国内的一些公司企业帮忙这个公益活动。我们有5000万左右的预算，都是这些单位支持这个精彩的公益活动谢谢他们。是也预期说现在台湾今年国境开放了，我们这场烟火秀可以吸引到很多国际旅客。我们最近台北樱林已经感受到国际旅人到台湾来，到台北樱林一来，每天都有很多国际旅人到台北樱林来参观。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欢迎国际的旅客到台湾来，我们希望跨年烟火那天有超过100万人到台北樱林的周边来观看世界的烟火。当然这个画面也会透过各种媒体传送到每个家庭，也会传送到全世界都知道台北101今年有一个关怀世界闪耀梦想的精彩烟火。谢谢。